又出来吃火锅了，今天调的料可好吃了。Hello， 今天来到雪姨。麻烦请一杯油。听听这个，好可爱的呀。馋死我了，我习惯喝完等半小时再吃，来不及也会间隔十来分钟。原创。一口接一口，太满足了。这个小八爪鱼我也很喜欢，就是这个鸭肠，吃完有心理阴影，嚼不烂，咽不下去，吐不出来，下嗓子咽半天，难受死我了。我一眼就相中了，粉粉嫩嫩的光甜。真是地道绝绝子。先啃个大猪蹄。刚烤好的猪蹄太香了。就这一口也太满足了。刘不宝子想看我吃刘志宽粉，安排喽。哈喽哈喽，先吃刘志宽粉。绝绝子，一口了，哇！咚咚的。